像给你再放一下，这次就是触摸屏的 4G 的硬盘，这个是安吉星，每个月200分钟的免费通话，相当有一部车载电脑，因为这个到时候有谷歌地图可以支持你，所以现在这个开了音响不方便。能关死吗？能关死吗？这是它是怎么？它这个是个是高配的这个8英寸升降屏。我给你加一下油门啊。嗯，它15秒之后，这个发动机声音会越来越小。换挡的话，这边就显示。还有胎压检测，全系都有。还包括定速巡航、方向盘加热、还有蓝牙各方面，全系语音导航，就是全系的语音导航，6速手自一体，这个倒车影像，8英寸升降屏，40G 的硬盘。还有这个配置的话，就是这种无钥匙进入的感都有，像这是基本配置，女士用车的话一般都一步到位了。你加是往前踩，这是往下踩啊，主要是可以调、嗯、对，这可以调的，定速巡航、方向盘加热还有都有，还有这边都是座椅的加热，两边座椅加热。是吧？你再加